他怎么找到我？那个在土耳其哦，他们是都会有固定的地方，然后他们的板车哦，板车就跟着跑，板车跟着就跑，然后这个驾驶员就降落在板车上面。好强啊，这段停留哎，怎么弄的？然后马上升超快，热空气，我觉得好神奇，马上升超快。